头里痛。啊，我看到火箭，那个火箭在那边啊，是，看到火箭的头，下面被那个树啊和高楼啊挡住了啊，这个场景，这个场景我看到好多了啊，这个画面看到很多次了啊。然后看到一个大雕像，大雕像他会，他会转动这个大雕像会转动转动，实在太大了大雕像会转动，然后在那个地方看到那个挪过去的火箭，地球上未来的命运呢，从这件事情密切相关，这个地球转机的一个。就是转折点，就在这里，转折点就在这里。以前谁主导改革，谁主导变，好的变革，都是困难重重，困难重重，很难推广下去但这一次外星人用了这一招以后快速的往下推进了，快速的往下推进了许多问题快速的往下推进了快速的往下推进了重点，重点把社会上的好多残留问题一个个解决了这边，开通一个深圳也开通了出生地也开通了，三个地方开通一个，影响力更大的后面就看外星怎么安排了，他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做配合外星人把这个事情干好知道了，好，再见再见。